第九届全国布农族运动大会5月8号到10号将在信义乡罗纳村登场，预估将吸引包括选手、表演者以及亲友们，挤进至少3000人。看好人潮带来商机，罗纳部落做生意的族人也趁着这段时间赶紧进货。是不敢说很大，可是多多少少都会有，多多少少对，一定都会有的。那出门在外一定都是要吃要喝的。南投信义乡这次主办全国布农族运动大会跟过去不太一样，为了节省人力物力，首次将运动会跟传统射耳祭办在一起，感觉好像是省钱，但其实算是扩大办理。两项经费合在一起利用，发挥功效更大之外，节目内容也将比以往更精彩丰富。刚好今年每一年国定假日一个布农日的假日后，我们也合并在一起，所以这次活动我们算是有史以来从第一届布农族到现在是最盛大的一次。罗纳村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人住宿场所，所以大多会住在其他村的民宿或东埔温泉区饭店住宿。到目前为止，全国布农族运动会那3天信义乡能够合法住宿的饭店民宿几乎快要客满了，想要参加的民众可能要及早订房，避免到时候找不到住的地方就伤脑筋了。记者 南投信义采访报道。